炸得香香酥酥的三角包，隐藏着豆包的豆香与金针菇的清甜，这就是蔡宝珍经营素食以来最得意的手工菜料理之一了。过去经营铁板烧的蔡宝珍，在3年前呢，把店由荤转素，还特别拜素食料理教父洪银龙为师，学习一系列的精致素菜，就是希望用美食和众人结好缘哦。真的新书派天空带单来，今天我们请的这一位呀、可就是我们洪银龙大师的高徒啊，蔡宝珍师姐。师姐您好。嗨，珍师姐你好。还有呢？大家好。你看，哎呦，我们那个洪银龙师傅桃李满天下，学生有够多，真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还蛮少请到他的学生。今天你竟然是他的这个高徒呢，是他的学生呢，也是我的贵人。哦，他也算是你的贵人，真的。好好，待会儿呢就来跟我们这个讲一讲哈，这个洪银龙师傅是如何成为你的贵人。那你今天要做的这道料理，金三角。金三角，地理上的金三角很神秘，我们这里的金三角很健康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金三角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咯。金三角材料有炸豆包5片，金针菇1把，杏仁片少许，豆皮1张，寿司海苔皮1张，酥炸粉适量，面粉适量，调味料有酱油2匙，胡椒粉少许，糖1小匙，盐少许，香菇粉少许。黄师傅很严格的呢，他很温柔，他是一个非常有修为的素食大师傅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所有的素食的厨师都对他超尊敬，对。但是他教学要求的很严格，对。做人很温柔，对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去跟他学了多久啊？我是跟他结缘好几年的。你为什么会跟洪师傅结缘？我早起你做车位嘛，是开那个那个什么面店啊？面店对，嘿，就是哈，我你迄阵啊，就是有因面同阿瑞用素食啦。我你迄阵啊，就是你迄阵啊有，你家己敢有食素食？迄阵啊，阿未，要阿未，嘿，阿未时阵，我就是算讲囡仔要读书啊，高中国中毕业嘛哈，国中毕业爱算讲要考高中，爱读进修女中，结果吊车尾就袂当入去啊。啊，迄阵啊，我就是去迄个桃园啊，做迄水陆好会，拢去遐做义工啊。哦，虽然你自己那个时候做的是做荤的，自己也没有吃素，对。可是反而你还是会去当义工，嘿，因为你爸爸的迄个姻缘，他去做义工。哦，嘿，啊后来伊就考别的学校啦。对啊，本来要补习啦，嘿啊，他要补习了，伊就算就一直要一直坚持要爱去进修女中啊。啊，迄阵啊，我就规个菩萨面头前化验呐。我因讲我吼要用素食安尼啦，吼伊啦。你家己要食素食？嘿，我要食3个月素食。嘿，结果就结果就是到入去，到入去，过差不多第2天，阮查某囝吼，就迄个通知单就来啊，来就叫伊讲去缴学费。结果这也真的是因缘巧合呢。啊，那个。通知他缴学费，我欢喜噶，我就足欢喜的啊！我足欢喜的，我阵也是甲菩萨讲，我要用素食用3个月，不过等下就一用了，就用足久啊，用第3个月期满之后，有没有开戒？没有，没有，那个时候没有。等下我3个月了，要搁吃，我都唔敢吃，赶快唔敢吃醋啊！啊，每次哈，我去做婚的时候，我拢会用你迄迷信嘛，用别的油，对吧？不要去滴油对吧？唔该会胖对吧？加红葱啊头。啊，我大概那别个时候，我心肝拢足艰苦。我讲，哎呦，我那用素，你家己接受，但是你爱去用滴油。对。
啊，我就想讲做工，我但是你那时候小吃店还在开吗？还在开。但是是荤的。对，啊，就是阮查某囝，就是甲我讲，妈妈，嗯，你吼、哦，归去你去转呐、啊，转寿司安尼啦。你是说，就是进修这个女儿？对。你这个女儿是你人生的一个对你影响非常大的。她是贵人、啊，对。啊，我讲妈妈吼，拢未向安尼，未安那安尼啦。你要住啊！嘿，伊讲嘛，紧我来给你找安尼啦。他去找？嘿，啊，就去找了洪云龙师傅啊。以前哪找到？伊用上网去找啊。他那个时候还在念进修吗？还在念高中吗？哎、欸，那个时候还在念高中嘛，对不对？开始在念了。哦，那那当阵伊就讲，看你就艰苦、欸，对不？对。你有跟他说吗？你有跟他说你那个感觉心情？对呀、啊，我有跟他有回去，总是要总是会跟家人啊那这样子讲一讲嘛，对不对？这个酱油好，这个豆包要腌一下，腌那个酱油好，腌一点酱油对。然后这个海苔也是要剪，哎，请问哦，这个哈、哦、那是掏掉风，哎，一滴打起啊。哦，是，所以我们不可以，我们是在家的话是要给它那个包起来，包起来。可是我感觉很奇怪，就是说这个是厚厚的啊，厚厚的，就是厚厚，你剪开来是厚厚的、啊，但是你把它撕开来哦，对，撕一个薄薄的皮下来哦，对，要撕差不多。就是说，我都没有，我从来没有想到过，啊，这个可以撕呢。哎，其实我这个还可以这样撕，对不对？对对。撕到这么薄哦。对。啊，所以这要很温柔，对不？对。哦，好，撕到那么薄，我来撕，但是我要赶快给它那个包起来，盖起来，包起来。差不多5张6张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就是示范一下。哦，哎，一破皮啊，你不要弄啊。这个不是很好，轻轻的用手那个。好，我们自己在家做这个部分，真的要小心一点。好，这个在家里面真的超级要注意。好，我把这个部分呢、啊，我先赶快这样包起来哈，包起来，真的那个风一吹就不行了。这个我们在撕的时候，我发觉就是用这个手指稍微搓一下下，它这个就会分开来了。分开来以后，就再很温柔的把它撕开来。要一点水。哦，这个水，这个要调面糊。对。够了哈，好。其实他那个女儿上网找到洪云龙师傅。他在教学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就去他的店的啊。你说到他那个繁华园那边去吗？嘿，然后呢？他去就是洪师傅就跟他讲，你是要用什么心态来做寿司的？要学寿司的，安尼啊，伊就安尼跟我问啊。好，你知道吗？人家招生啊，对，师傅招学生。啊，来学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来学就好了，还问一句，请问你是用什么心态来跟我学素食？对，啊，我当初我就讲这原因，就听我讲，我一直想要学素食，我要转啊呢。伊讲好啊，洪师傅跟你讲哦，你学素食吼是无通让你赚出侪钱哦，啊，不过吼要度人用素食是真好的代志，伊就是安尼教我鼓励安尼。所以说，我跟你讲，难怪。我们全台湾多少的师傅有出素食的食谱？对呀、啊。可是我们的淑萱就选中了洪云龙师傅的食谱，在淑萱可以请得到，因为我有问过他们说，因为洪云龙师傅是一个有修为的，对，真的素食大师。对啊，你看他从问你这句话就知道。Hey, 而且他还告诉你，做素真的不一定会赚钱， hey, 但是可以用这个来渡人。Hey, 他就跟我这样讲，我说我说没关系，我要花业，真的真的讲清楚是赚不了什么钱的。嘿，他后来就跟我讲说，好，你看你什么时准备来开始来学啊？上课。嘿，我讲好，结果我就过个一段时间哈，差不多。是你一个人啊？是？当时个
阿哥我摆好心，干啦我这里啦。他就是让你到他那边，他一对一的教你，都不要紧，对吧？对。而且我们师傅不藏私哦，他是一诶，他会什么就尽量教你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呢，他就让你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，后来我就没有去了。为什么？我都不去啊。因为你也学的差不多了吧？没有。没有。结果拢无学着。无学着，洪师傅大概拢会敲电话甲我关心讲，你是要过来啊？唔安尼啦吼。啊，我讲哈，我拢一直甲提提讲店的啊，做是做无用的啦，做无用的啦，这呀、啊、黑呀、啊，对，我知道了解啦，那个理由一大堆，一大堆对。哎，结果嘞？结果的甲查某囝病情越来越。胃不好的时候啊你说哪一个找我讲？那个啊，进修女中进、那個、修那个，他生病了、啊。他怎么了？他生病了、啊。他生病哦。对。生什么病？他是，抽，冇生病啊，冇车祸啊那样。啊，同时、啊。哎，对。哎呦，啊、辛苦啊。对，后来黄四哥一直甲我鼓励讲。你一定爱赚，一定爱赚呐！你唔好去做安尼啦。你当初都已经发了这个愿，而且还去学了，然后后来自己，你现在跟我给我凭良心说说实话啦。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不继续？你的行李也好吧？挂碍啦，黑东西挂碍啦，对不 对？没有把握，算了，干脆别转了。对。有打消这个退转的心念。对，阿哥嘛想讲足远的呀，因为我大概拢骑机车去到遐，差不多要40分钟，40分钟至50分钟，啊来回都要足久安尼，啊都，吓、啊，都变出来。我问一下，王师傅有收你多少学费？伊无呢，所以我唔敢讲伊对我足好的。因为我跟你讲，洪师傅是这样的人呐、啊，你只要有心哦、喔，他不藏私，他什么都愿意教你，只要你能够用素食度人。对对。啊，度掉这块以后，这么好的老师，只是第一个怕自己会赚不到钱，第二个怕说路途遥远。对对。好吧，那这个时候又那个菩萨显灵。菩萨就是您家女儿啦。对。你家女儿就示现一个现象给你看了。他又车祸，身体又不好。对，好，这时候怎么办？啊，买我都决心要转啊！啊，阮查某囝啊，买也嘛用手起来，伊嘛拢全输啊。他哦，他已经自己在对、那个、对，那你自己那时候自己也吃素 啊，然后又做荤的料理啊，那你那时候就决心要真的要转，对对，把那个店改成素食。不要我刚拍这间店的时候吼，本来嘛无信心要做呢，啊是洪师傅含因老婆拢去甲我看，他们还特别跑来店里看，两个桥都来去店里甲我看，讲，哎呀你一定爱赚，你这间若赚无赚吼，你绝对赚袂过安尼啦，伊就安尼甲我讲啊，我讲在那个当下鼓励你，嘿对，啊迄阵啊我就，伊讲吼，你变惊你若做嘞吼，啊若袂向你做，你打电话来甲洪师傅讲，洪师傅一定吼会甲你。随时来给你帮忙。对，啊，我去刚开店的时阵吼，我和人吼，跟人结缘五工，吃免费啊。啊，洪师傅嘛来搞我斗三工嘞。啊，他还因为我跟你讲，吃免费的人是足多啊，对啊。他怕你忙不过来，他还大师傅哎，来帮你忙哦。啊，伊都算讲你迄个店的拢休困，拢啊。他其实自己的店又困来给你帮忙哦。对呀、啊，所以你看，真的是活菩萨来的。对呀、啊，我就讲我该跟这个缘就好呀。莫怪呢，这个在素食料理界啊，所有的师傅们都把洪师傅当作最顶尖的，不是说他的料理做得很好很棒，他是一个有修为、好谦虚的人，然后随时在鼓励后辈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各位闭嘴哈。要水对不对？对，好来，要调吗？要，好，这个就素姜粉嘛，对。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沾面糊，还要沾什么？这个，哦，黑喜什么？是那个杏仁，杏仁，对。哦，杏仁的那个切片的，对，杏仁。哦，杏仁
脚要粘在上面吗？好，这个火有需要小一点，小一点哈。好，这个哦，先用小火，因为怕杏仁片会焦。对。好，在最主要是因为里面的豆包其实是熟的，对，它只是调了味而已。现在就是在把我们的表面的那个素浆跟那个杏仁，把它稍微炸一下酥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所以其实这个不会太难哈，不会。所以你说哈，你这个洪师傅来这样子，真的是帮你叫做站台了，他就帮你站台了。啊，伊去我，伊存在我的菜机啊，伊甲我徛台村哈，大家拢捌伊。伊讲洪师傅，你来来吃。哦，对呀，因为他很有名啊。对呀。哦，真的是，哎，真的是叫做那个素食界党主席啦。对呀。特别来帮你站台了，对不？对哦。嗯。那那个时候是离现在多少年了？差不多四年前。四年前，好，所以说你能够把它转成素，然后呢又经过这么多的这样子的考验，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菩萨，你的女儿，然后再一个人生命很重要的贵人就是洪师傅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这个呢就是已经炸好了，炸好了之后呢，它的吃法是用什么方式来吃？以前嘛，你好，直接你加麦打，你来第一点有咸嘛？对对对。然后就直接吃，吃的时候切一下，不用切，不用切，整个吃。对，啊买一档，一档哈，同啊，放一点嘛番茄酱，也蛮好吃的。哦，放一点点番茄酱也是可以的。对。哦，好，它是这样酥酥的，非常的好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现在都又在吞口水了，那我可以切开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切开来试试看好不好？好，因为那个哦很酥呢，哦一层一层的，那个豆包一层一层的，然后哦外酥，再加上杏仁片的香，然后再加上里面这个豆包切是因为哦腌的刚刚好，那个咸味也刚刚好。对，请问你的素食小吃店当初就还到的家没探景，他们今嘛安怎？嗯，今嘛还可以啦，很不错，对不对？生意真正是足好的。那我们就去看一下喽，好不好？好。哦，我们就跟着去看一下他的小吃店喽。好。金三角。做法是炸好的豆包切丝，加入酱油、胡椒粉、香菇粉、盐、糖和烫好的金针菇拌匀。海苔豆皮剪成适当大小的长条形，将豆皮均匀抹上面糊，上方摆上一片小张的海苔，取馅料放在中间，包裹起来成三角形状，将三角包沾裹酥炸粉浆，再沾上杏仁片之后，入油锅炸至金黄色就可以了。哇！大家好，我是特派员关嘉宇，今天我们来到了土城的学府市场。你看到了没有？很热闹哦！哎，这还只是平常的时候哦。要是到了礼拜六、礼拜天呢？哇，那更是啊，水泄不通啊！我知道这里头有一家素食店，那老板娘曾经拜洪一农大师啊，哎，拜师学艺啊，所以她的料理真的是真好吃啊！我们现在赶快去拜访她。就是这一家了，我们赶快进去。老板娘你好，你好，嘉宇。哦，我有听说哦，你拜这个洪师傅啊，学了很多美味的料理呢。哎，有哪些？帮我们介绍一下。好，哎，我们这边都是手工菜，很好吃。哇哦，真的是有好多样手工菜，有素棒棒腿、素丁香鱼、素火腿卷等等。来到这里呢，就不由自主的被这些缤纷多样的菜色给吸引住了。老板娘说，她每天凌晨3点啊就要起床备料，7点所有的菜色都要上桌。怎么这么早呢？要赴王上班啊，上班要有炸便当啊。
我一直想讲吼，要用用素吼，安尼较济花样安尼，用餐安尼，感觉莫感觉讲较用的是青菜安尼啦。因为要予人素食的人感觉讲素食的真好食，味道不错，而且它口味很多，哎，主要它都是现做的，而且它的便当一个才60块，很便宜，又6样菜，很棒，完全你吃不出一般。 我们去吃素的会觉得说都是那种姜味很重，那它的每个东西的那个层次感会出来。阿姨她真的很用心哦，嘿，这是她我们觉得最棒的地方。店里啊，生意人潮不断，听说到了过年过节更是挤得水泄不通。那时老板娘蔡宝珍更是一天睡不到2个钟头，这么辛苦啊，都是为了吸引大家来吃素。不过你可以想象，她以前是经营铁板烧的吗？ 当他决定啊要放下稳定的生意，转卖素食从头开始的时候，其实也是经过了好几年的挣扎呢。当初是小孩子生病很严重，啊，我就规个辅助面前讲，我若囡仔会慢慢好，我真的要转素食的。啊，就迄个姻缘就足好，就一直师兄就一直讲我爱做，一直才做10年啊嘛，伊是袂受了，伊就讲，安尼叫我讲。 叫我讲来拍的这间店啊，啊，我当初我要来，我嘛是足紧张，我嘛惊，啊，就是洪师傅啊，洪师傅就一直甲我鼓励啊，鼓励讲爱转爱转。素食教父洪一农是蔡宝珍的素食启蒙老师，也是他素食推广路上的恩师。他听取洪师傅的建议啊，不止卖塑料，还兼卖热食哦。刚开幕的时候呢，更举办免费试吃活动，果然是大受欢迎啊。 感觉学到伊吼，足勤劳的呢。洪师傅真正足勤劳，你看伊，遐尼啊瘦着哦，搁较济岁啊，伊种人嘛讲伊要退休，我就是学到伊这个精神。伊遮尼啊济岁都无想要退休啊，何况我甲伊年岁搁差遐尼啊济岁，我已经加爱加加油。嘿，老板娘，你嘛真骨力呢，人潮一过，刚闲下来，你就在这里做秋干啊。 这道菜哦，真的是不简单哟，塞入油豆腐里的是冬粉和泡菜，泡菜啊，这打碎之后呢，与冬粉一起包入油豆腐内，以素浆封口，蒸熟之后，再用碧玉笋、法菜、枸杞等煮成芡汁淋上去，这道啊极具创意的泡菜阿给是老板娘自个儿研发的，这么特别，一定要来吃吃看喽！哈哈，你看看我们热情的老板娘人真的太好了。 帮我准备了这么多样，又丰盛的素食美味料理耶！哇，要先吃哪一样呢？当然是先尝尝它的特色阿给喽。哦，不过你放心，其他的每样啊，我都不会放过，我待会慢慢吃。汁多味美的豆皮，一口咬下还散发微微酸辣的泡菜香，这样子独特的滋味，真的是彻底的征服了我的味蕾。4年来啊，蔡宝珍越做越有成就感，也更有动力研发新菜。 店里呢，明明就有很多现成的素食材料，但是呢，他却坚持啊要做出更多创新的秋肉菜，精致多样、美味又实在，难怪能够在菜市场开创出一片天啊，虏获大家的心哦。